听话。我是流动儿童，我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是不是流动儿童？你是流动儿童，因为你们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，所以是流动儿童。我叫黄妹芳，来深圳六年了，在电子厂做工。明年儿子就要上初中了，我想让他留在深圳考上大学。好多来深圳打工人被称为内心建设者。喏，呢位凌晨五点就开始打扫嘅保洁工人就系内心建设者。黄吉利粥档隔篱煮咗外卖就赶齐中餐嘅表哥系内心建设者。上昼十点，富源商贸中心开门营业，门口嘅保安系内心建设者。我叫李婷，昨天仲是一名内心建设者，但是今日我辞工了，全校学费要去学计算机，亦即是 IT。在深圳多得是咸鱼上翻身，以至于呢度根本没有路，走工人多了就走出了一条创业一路。如果冇成功都冇所谓，经过翻身路仲可以走创业二路。我同佢哋一樣，搏曬老命試下，有冇得翻身咯？下一站，翻身。列車運行方向左側的車門將會打開，請小心列車與站台之間的空隙。下一站，翻身。三年前，我参加了深圳总工会的圆梦计划，拿到了大专文凭，有了60分的基础。按职交纳社保每年3分，封顶30分。但是40岁以后，每年扣2分，攒7分难过攒钱。距离45岁以下，100分的入伍资格，我只剩下3年的时间，冲刺最后的20分。我做了2周准备，同时争取社工资格证和本科文凭。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，大家知道深圳的生活费生户的一个对比是多少吗？可能的话，这个费生户生户之间的，它可能会呈现一个人口倒挂的现象，有趣吧？如果你在深圳以一个老家人的这么一个社会化的学习程度、学习速度来讲，你觉得你能够适应会吗？可能适应不了。各位同学好，我是李婷，然后由我来介绍我，不，怎么由我？各位同学好，我是李婷，我从2018年出来，然后我从事过3份工作，他们的内容都是一样的，服务员，你每天都是给他上菜，
给他收碗收碟子。第二份文员就是我每天给他们打单交表，打单交表没什么意思啊。然后第三份就是每天看产品看产品看产品。人是要改变，我觉得我可以往好的方向走。我的人生20年已经过去了，然后我希望开始我的第二段人生。我希望我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，而不是日复一日的枯燥的。我的演讲完毕，谢谢大家。工厂里面包食包住，一年下来赚了20000多元，网络工程12000，网络推广15800，6个月的房租1000元，一毫子都没得剩。阿爸阿妈赞助了一个4800的电脑，多谢阿爸阿妈。不做了，生气了。啊，就满了。你看，来到这里就只有个小扇子。外面太热了。看下你的鸡爪好了没？儿子，这是放酱油是这么多啊？老乡的小孩刚刚也这一次中考完嘛，回老家去读书，他没考上高中。如果你申获的话，460分以上就可以去上高中了，非申获至少要500以上。我不知道五奥那之后能不能考这么多分。真的入不了的话，那到时候可能也就像我老乡一样回家读了。眼前这位自带笑魂的男人就是我的老公跑货拉拉的。虽说时间就是金钱，但就像我老公这样，在涨不到单的时候，时间一点也不值钱。哦，这个是真的，想不到想不到啊，摸到，我就是初中毕业的，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，一点文化都没有，在一线城市很难张神的，知道没有？所以要多学技术，所以我希望我儿子啊要用力读书。所以他妈妈现在也读书啊，知道没有？去那个圆梦计划读书啊，活到老学到老啊。
像我们这样，我只能干苦力工啊，做搬运工很累的，搬人家搬货啊，物流，没文化真可怕，知道不呀？到了地图，持续为您导航。出来以后，畅所行驶。到哪了？到了还没到家。到东莞了呢，从广州跑到东莞了，一下子。还有三十公里才到深圳呢。珠三角都跑完了，找不到钱，没办法。喂。小龙。今天让我把心上人为真正的悲笑，这是一杯祝福你改变你的微笑，但愿人长长在心爱永远。找一下我的下一组。等一下把菜看起来啊，自己睡觉啊，我上班去了啊。每逢周末，我同温兆平都会去牛排友嘅约会，一日200元。读书呢段时间，靠着打打冷工赚点生活费。就跟打仗一样，中午休息了一个小时，晒成四等分，一刻钟回家，一刻钟烧饭，一刻钟吃饭，剩下的一刻钟沿路返回。秦王，哎，都出来！啊，蔡少主脾气的那个在哪？啊，我没有，我都没有送葱啊。没有，你就这么带着？哎呀，我找不见。那我都买过了，怎么会没有？小账。哦，放在 iPad 了，你没看到是吧？我找一下。
钟钟，带出掉照片自己找。怎么说啊？找到了，找到了。那不，还告诉我的没有，哦，又想刀工减料。明天那个名字在那个群里面好看，我是吧？就是写松松了吗？夜读松松了吗？一笔一画写啊。你还给我刷抖音？来，你是不是收一点？你放在这里，我就晚上睡觉。嗯，是。好好，可你说你不听是吧？钟钟，苏世新。洗手的时候，日子从水盆里过去。吃饭的时候，日子从饭碗里过去。默默子便从凝然的庄严前过去。在淘气如飞的日子里，在喧门欢呼的世界里的我，能做些什么呢？只有徘徊罢了，只有匆匆罢了。你聪明的告诉我，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？我的老干妈没有了。我觉得他们的家庭比我好多了吧，也不算大家都是普通家庭，但是他们应该没有我这种压力。我本来想第二年就过来读，但是就因为我妈就那个又把我的钱拿走，又没钱，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，他就很过分，把钱都挪到我哥那边去，我就日子很不爽。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很多，他一碗水端不平，但是他骗的也太重了。所以说，你说我怨我妈吧，又不可能，又不可能不怨吧？你说太怨她吧，她有时候又对你很好，对，就很矛盾嘛。她说的那，她很矛盾，我也很矛盾。性别角色它就是针对人的这种自然属性所设计的一套行为模式，说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，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呢，它是由我们的这个社会所决定的。当大家都涌向这个高科技行业，什么数字化这些高领域的时候，我们的机会在哪里？什么叫对象，什么叫属性，它的关键在履历。数学的故乡就在法国，那历史上的法国的革命是闹得最凶的，送了几个国王到断头台去了。维也纳的人面包都买不起，还去买一架钢琴在家里弹。那金价的话，说白了越精准费用越高，精准度低所以价格便宜。这冲突有好也有不好的层面，冲突过后我们每个组织更明白了自己的真正所需。985211有没有新型竞争的方法？我相信是没有，我们竞争不过，所以说我们就要选择一些比较偏的一些行业，才能让我们自己发光发热。医疗行业的竞争关键词的竞争都非常的大，比如说这个时候五一放假了，大家都有时间去整形，比如说割个双眼皮，或者说垫个鼻子什么的哈。根据不同的时间段，它可能这个指数会暴增。一个双眼皮，为什么？通过
通证方法哈。那我们这节课就先上这里吧。